主料一人50克，莲子100克，辅料冰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薏仁和莲子洗净，放入砂锅中，加入水和少许的冰糖，煮至薏仁和莲子软烂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薏仁的营养价值较高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，所含蛋白质远比米、面高。薏仁还是一种美容食品，长时间食用可以使人体皮肤光泽细腻，对于消除粉刺、白雀、老年斑、皲裂等都有非常好的疗效。经常食用薏仁食品对慢性肠炎、消化不良等症也有效果。另外它可以降低胆固醇，对冠心病也有一定的疗效。最重要它还有美白的作用，爱美的女士可要多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